这个内湖的 AI 基金馆真的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，象征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承诺，也象征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长长久久。祝福 AIT 就是未来可能八九月的时候真的迁进来之后，在这办公室一切工作都很顺利，然后也为这个台美关系加油，谢谢。今天恭喜 AIT 的这个大楼的落成，这个其实开工的时候不在，所以相传有好多的，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。各位努力工作吧，认真的过每一天。特别的恭祝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，很高兴啊，终于AIT 新家说都可以集中在这里，起来跟台湾建立更好的关系。特别恭喜AIT 的新建的它的新馆的落成，搬入新的地方，我相信这样子一定可以帮台湾跟美国许多未来重要的事情。Congratulations. Congrats to AIT on its new opening. Great place to see you. Oh, AIT!